参加过美少女，拿过冠军的，我的天哪，对不对？莫名其妙得冠军，那三个里面就你最漂亮啊？不是三个，是三千人。你那三千是报名费吧？高中学生太无聊了，因为这样有什么好自然的？顶多就知道这人体重过重而已。答案就是 C， 情绪太多。周杰伦日，因为我儿子最近偶像是他。那你的偶像是？我的偶像是曾国城啊。恭喜过关。